就是讲，咱之前是啥物时阵安尼好好看对方，我拢袂记啊呢。咱敢有好好看对方过？咱吼拢是甲对方赢。我紧啊，来到对即马开始哦，我好好甲阮水宝看好详细。喂，夫人，你总算跟我联络啊！你别跟我骗哦，你若跟我骗哦，我会跟你加倍添烦恼。你跟 Eric 做伙啊？啊，对啊，我跟伊要做伙去找夫人去啊。嘛好啦，阿婆在阿个只位，阿出来行行。夫人，你即摆人伫倒啊？你留一封批就走啊，啊，搁无爱回我的简讯，我真正足烦恼你。你无要紧吼？我无代志啦，我有收到你的讯息，啊，不过我想要家己一个人静一下，所以我无家己和人联络。是讲，你若知影要去倒位找我？我有你的手机定位啊，狐狸。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我去接你回去家好不好？家？我哪有家？夫人，你别这样说，你没去，大家都很烦恼。你说我大家，应该就只有你啊。也只有你还会来找我，关心我。我真正无看唔着啦，多谢你哦，夫人。你先甲我讲，你即摆到底伫倒？其他的咱见面再阁讲好不好？我即摆伫喺一间庙诶，听经念佛。我家己先想一下，想要这段时间发生这样一件代志，等我想通。我带回去啊，夫人。好啦，我现在无用哦。好，拜拜。洪哥，恁弟在洪哥家？伊无讲。嗯，你不用看伊定位哦。啊，对吼。夫人，甲手机定位关起来，今麦找我。啊，不过伊最后的位置是伫桃园。桃园？有人讲哦，伊即马都住伫个庙的，大家念经哦，反省家己。啥？庙？吼，伤憨啊！我真不相信哦 ，Andy 会去住伊庙的啊！我唔信，到拍死哦，我都唔相信嘛！啊，伊是想要效法武则天，先去感业寺出家，啊，等时机。到的时阵哦，这个都系夺权。哎，夫人哦，那真正变成女皇帝哦，对咱哦，绝对有好处的啦。啊，凊彩啦，只要卖叫我做太监哦，啥物拢好啦。干。哎，啊，你嘛好啊，啉一下水，小小喘一下啊。那你赶紧回去台吧，夫人今日无代志啊，咱得赶紧去甲公爵讲啊。不是啊，哎，出后还佫有两点钟嘞，咱会当佫见啦。袂赴啊，紧的啦。哎，哈哈，太神，实在是真好笑。若男讲想要去好好反省。只要我勉强会当接受，也毋讲哦，伊讲要去带你庙内，逐天拜佛念经，实在哦，实在是眼很大。对啦，就是安尼。若乃平常是一个严肃的人，一般拢是我伫带伫厝。
没想到今麦要分手啊！伊煞送我一个这么大的礼物，我笑甲这么爽快。伊跟我讲，伊今麦伫倒位哦？无，夫人只有讲，伊想通啊，就会转来。哎，转来。我真正伫想吼，要直接去庙里催办离婚，有神明做见证。从今以后，我甲伊缠无到，水无流，毋是更加好吗？啊，不过公爵，我会记得婚姻有请徐明甲你转告讲，啊，若是爱伊离婚，伊甘愿要去死。你若是安尼，甲伊逼较凶安，我惊婚姻伊真正会惊作落个。我想看卖。有听到吼？即摆我听因讲话哦。安尼好了，袂啦。你帮我转告诉那三件代志。第一件代志，就是以前对别人所做个，毋是念几工经，食几工菜。就会当消气。他们讲是要叫阮弟出家，青灯古佛换一身。万万不可，这就是我想要讲的第二件代志。叫伊赶紧转来，千万不要污染了佛门圣地。有些生物啊，就是要活在肮脏的环境里才能活得下去。人嘛是同款啊，公爵，夫人已经请心地欢心，所以才会选择住伫清幽的所在。伊有诚心，安尼上好啊。啊，这第三件代志嘛是上重要的，你爱甲伊讲吼，想要甲我好来好去。就莫安尼变鬼变怪，乖乖回来面对，莫安尼一个啊，走去养老院，一个啊，走去庙里，心若无变，到倒位去拢同款。别啦，我讲这话，你拢记着吗？我会好夫人知影，啊，不过公爵，希望你会当阁给夫人一寡时间，啊，阁给伊一届机会。无得卡，伊即个转来，你会发现伊完全无同款啊！淑英，咱是毋是会当开一局赌盘？是要博啥？博江若楠敢会改变？给讲个哪有可能啦？做主，公爵。我想你这局若是做庄，真正是袂好。啊，大家一定拢是阿公庄若楠，伊袂改变，一定拢会赢。你安尼会了事啊？有道理。安尼说啥去？别啦，你有听到吗？大家亲像对庄若楠无什么信心。也毋过吼，如果伊有改变。我嘛是会为了伊哦，感觉欢喜。总讲一句，啊，你叫伊赶紧转来，好好处理。我的耐心嘛是会很多的啊。这人拢讲哦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啊，尤其是种阿爸离婚的代志，你大家拢是哦，会闪就闪，迄个在哪里？啊，搁遐紧张安尼锁院啊，你哦都卖时间，公亲变属主。公爵爱我转达，何夫人知影，我敢会当无做？但按可爱你讲遐话，拢是一挂歹听话，你也说你，
卖去给 Auntie 安尼扫了红台杯哈。有人哦，佮把手机啊关掉啊，而且佮无看我的讯息。伊讲伊住伫个庙个，无滴卡是伫骗人。哎呀，啊！你着过去哦，欢迎你哩个啊！以后哦，大家各人行各人个，大家餐无够水无漏。啊，那你平常恩体，着真讲伊哩个了，你嘛是当赶快对伊做代志，敢有差？胡林是真正就爱公爵，左凯已经离开啊，阿汤尼佫无爱认伊，若是公爵佫离开啊。我真正唔敢想哦，不然会变作安怎？不然回我讯息，我爱问伊人伫倒位，我去接伊。伊安怎讲啊？伊讲哦，伊无面顿啊，公爵讲遐个话，互伊足受伤的。对啊，就离离个就好啊。人拢是劝和不劝离。啊！你哪一直希望公爵跟胡林离婚哈？啊！你拄只迄种状况，你嘛看到啊？按过迄个态度，啊！伊这么坚持是要离婚呐、啊？啊！伫这种状况，咱外人是管得靠放下啦。胡林无公爵，伊也无阿袂落去。啊！你若无想看卖，安可若阁继续跟安弟做伙，反噬安可，嘛真有可能会活袂对。你毋是答应我要缓和伊阿母的关系？啊！不过在这进前，咱毋是要先保护家己。阿花弟啦，若是去牵连这种离婚的代志，绝对拢无好买啦。你哪会当讲这种话哈？夫人对你嘛袂袂歹啊。我都是在替伊设想，唔只敢讲离婚对伊较好，啊又有钱，唔免靠翁。啊伊若离婚了后，唔免看翁的面色做代志，啊若参照伊一般条件，要找一个比翁佫较好的查某人，嘛唔是无可能啦。夫人跟公爵的感情哦，像你这款花心大萝卜哦，是无可能了解。我甲你完啦，我要赶紧吼叫夫人回来。真奇怪呢，等阿阿婆感情真无简单，怎安尼起死回生？现在即卖为要为着因阿婆又开始冤家哈？那不是夫人吼，咱早就离婚啦，佫较无可能讲甚物起死回生。这同床异梦哦 ，Andy 绝对是比安可更加痛苦。夫人总算跟我讲伊伫倒，我要去接伊。别啦，他都已经把安可的话拢转给伊啊，伊若要回来就可以回来啊，你莫搁掺累好无？想想对对，会记得你，相逢如。风吹迷离，瞬间回忆，满面春。